我今天下午的时候就觉得胎动又比较少，就想说来医院检查一下。结果一躺下来测胎心音的时候，发现有规律的宫缩，然后就留下来做宫缩的检查。然后一连串，然后现在已经打上无痛。已经头发就在这里了。我等一下帮你压的话，你气要憋住。好，就因为其实在门口只要轻轻的压一下就好了，可是你那口气还是要憋住。好，来，吼出来了，重新换一口气来。来，好，再一次，再出一点力就出来了。让他肩膀出来就好了。好，肩膀过了哦。举到紧一圈，8.08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嗨，哎，我希望你比较深哦，你跟你妈一样。爸爸妈妈都在哦，爸爸在哦，在吗？爸爸在，帮你清洗一下哦。2820。好久没有吃月子餐，所以想说第一餐月子餐来纪念一下。那个鲈鱼汤已经喝完了，这个是一个玉米粒鸡肉菇菇饭。菇炒青菜，我可能没有那么喜欢吃，因为我没有喜欢吃粉丝类的，可能是粉丝煲虾仁。然后这是一个甜汤，里面看起来是地瓜吧。这个是一碗热茶，好像是枸杞茶，因为我没有那么喜欢喝热的东西，我喜欢喝冰的，所以我有自己从家里带一个杯子来，然后把它弄凉。然后这个是每一餐饭后医院都会给抗生素跟止痛药。我还蛮感谢这一次打的这个滞留针，它没有很痛，但我记得上一次整个都淤青，然后非常痛。我等一下应该就会请护士小姐来把它拆掉。谢谢，没事啊。是这一天的早餐，还有蒸蛋啊，然后炒面跟青菜，一个鸡汤，一个发奶茶。就是因为早上我还是吃不习惯中式的早餐，所以还是有备着我的麦片。牛奶是冰在医院的冰箱里面。好，开动了，开动了。都是一样的那个。要检查什么？因为这边有人在睡觉。有妈妈在睡觉。还有其他的妈妈也在睡觉。现在要准备跟这个房间说拜拜了，要准备退房了，纪念一下这一次住的健保房。这个是黄疸，黄疸它的黄疸指数6多，其实是 OK 的。他的这只手放在床上，好，来，我们先来，哎，抱歉，我要把它抱起来。关开始，蠢蠢欲动。好了，
那爸爸就这样了，好不好？你好可爱哟、哦。今天的晚餐多叫了一盒饭，那另外一盒饭是给 Ethan 的，然后这样是免费的，然后有地瓜叶，这叫翠玉三丝，我不要吃猪肉，所以他们换成了牛肉片，然后这是鱼，然后一个鸡汤，一个姜汁地瓜汤，然后 Ethan 去微波一个油饭，是厂商送的试吃。这只手再来护住他的脖子，就是不要让他很急速这样抖下去，这样子。嗯，好，那我就开动了。吃饭的时候就来看到这个景，觉得心里很辽阔。嗯，我们这样按 on 跟 off， 它就会直接开始。好，那妈咪可以选择自动或者是某一个点。它总共分四节，一二三四，四节都可以选位置。今天的晚餐吃完以后，我也帮 Ethan 装了一个便当，他明天上班的时候就可以带去吃了。这边晚上看出去的夜景超美，这里是同一时代百货，然后那边是鸟屋书店，上面是 W Hotel， 在过去是微风信义。洗完奶以后要来吃个甜点， Ethan 特别去找了一间低油低糖，它好像是用木寡糖做的 cheese 蛋糕，然后我选的这个是蜜韵青柠口味的 cheese 蛋糕，然后配一个冰牛奶。就买了一个 mini 的 chocolate croissant， 一个冰的绿茶。我很喜欢吃很甜的东西，配一个冰的绿茶。嘿嘿嘿嘿，
餐，所以刚去微波面包。昨天去统一百货逛一逛，买了这个面包，还有咖啡球。然后冰箱里面有牛奶，所以今天早上就做了咖啡跟这个卤肉面包来吃。抓好脖子要护。对啊，但是它好滑呀、啊。今天没有叫月子餐，所以Ethan帮我在外面买了这个餐盒，它包装的好精致。我来开箱看看，它的摆盘好美哦，好有美感。有蛋、豆腐、地瓜泥、凉拌小黄瓜，然后四季豆、茄子、黄瓜、杏鲍菇，还有番茄。然后第二层我是吃盐焗鸡腿排，然后有一个柠檬片在旁边，所以是酸酸咸咸的。这是在旁边的照烧鸡腿排饭。嗯哼，啊，这一家专门做烤肉饭，哦，非常好吃。烤肉饭，哇，这个看起来肉。对，然后我选的是大碗，所以它的饭量一定非常多。哇，肉好多。对，而且是扩展派，所以怎么办？在凡事上教学。现在午餐已经吃完了，来介绍一下我这次有特别带来月子中心的，我带了个亚麻仁籽油来 First Cold Press。 那带这个油的原因是它会帮助排便，因为第一个礼拜医院有开软便剂，然后接下来就没有软便剂可以吃了，可是我担心在月子中心会有排便的问题，所以有带个亚麻仁籽油增加润滑肠胃道，然后它有抗发炎的功能。我就是中午吃饭的时候加一个汤匙跟饭搅拌均匀，然后正常的吃饭菜，晚上也是做一样的事情来补充我的好的油脂。那它跟那个鱼油里面的 EPA DHA 又不太一样，这个并不能取代 EPA 跟 DHA， 所以我的 EPA 跟 DHA 是另外买营养补给品来用吃胶囊的方式来补充的。那亚麻仁籽这个抗发炎的东西我应该已经用了十几年了，我是比较是早上打 smoothie 的时候会加粉状的或颗粒状的在 smoothie 里面一起打来喝，但因为来月子中心不方便打果汁或打 smoothie， 所以我就直接带一瓶油来拌在我的饭菜里面一起吃。那餐与餐之间的点心呢，我是吃这个，我推荐大家吃吃看，它是野枣里面夹核桃，它里面夹这个核桃也有 Omega 3， 然后它有会形成褪黑激素的色氨酸，所以是可以帮助一些睡眠，还有它有丰富的维生素 E， 它是保持保湿，然后高蛋白质，它也可以帮助排便顺畅哦，然后帮助入睡，有一些养颜美容的功效，因为里面有维生素 A 跟铁质，还有维生素 C， 这些都是抗氧化，也保护肌肤健康的。那外形长得像脑嘛，所以有一个说法是它可以活络思绪。外面这个野枣呢，是中东的一个发奶圣品，它里面有一个天然的糖分，它里面的果糖不会在血液里面循环，它是在肝脏里面代谢，所以整个过程比较慢，所以可以一定程度的控制血糖，也可以比较抗饥饿。那里面还有很丰富的多酚跟纤维，所以它也是可以促进肠胃蠕动跟通便，而且它是一个 DGI 的食物，里面的丰富的纤维可以防止进食以后血糖的上升太高，
然后它有很强的抗氧化功能哦，无花果还要高，所以可以抵挡细胞受到自由基的伤害，也有抗发炎的功效，然后也是可以预防贫血，因为它里面的铁质很高。还有一个很特别，它里面有很丰富的钾元素，所以有一些调节血压的功能，也可以帮助骨骼健康的发展，因为里面还有钙跟镁。大概一天吃五六个吧，也不要吃太多。好，来开动喽！好礼物，莫拉，这个是在安妹妹要送给你的礼物，送给她的哥哥。哇，那什么啊？因为呢，啊，谢谢莫拉成为她的哥哥，所以呢，她要送你这两个礼物。对，都是车车，因为在安妹妹知道莫拉哥哥很喜欢车子。哇！妹妹，妈妈帮她说不客气，哥哥。因为月球离地球很远，这个是火箭，那火箭里面呢，它会有一个发射器，啊，